大家好啊，今天呢，美妆博主老胡上线了，想给大家录一个晚间的护肤的视频。像这一段时间啊，大家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忙，每天都是熬夜呀，然后赶一些通告飞来飞去的。但是不管怎么熬夜，我有件事情一定不能落下，就是日常的护肤。年龄大了，老了，那像我之前做过热玛吉。它的功效是什么？是抗老，但是它真的是太痛了。然后我每次我都想有没有一种东西它能既抗老然后又不痛。我就问谁呢？我就问到了我的化妆师，我把我的诉求讲了一下，然后他说哦，真的有。我说那叫什么？你赶快告诉我，我要去买，我现在就要下单。然后他说是赫莲娜的高光系列，说它是抗老界的扛把子。我当时啊，我说还是试一试。如果好的话，我用过了好，我再推荐给大家。那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确实挺好的。那我今天首先我要推荐给大家，然后我要再做一些科普给大家。如果大家平时有这个基础抗老需求的话呢，可以用这瓶高光精华。但如果像我一样有这种密集倍速的抗老需求的话，可以搭配这个安瓶，这两个搭配在一起，这个效果啊，谁用谁。好，现在是科普时间，那我给大家讲讲，它这里面的主要成分呢，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上的阿尔法雪绒花。你听这名儿，我跟你讲，它不只是名儿高级，它确实这个里面的成分老高级了。为啥呢？它里面有两种核心成分，可以内外协同抗老。我跟你讲，它厉害就厉害在，它不仅可以停留在表面，它还可以去肌肤的里面去修护和激活。那之后呢，会生成胶原蛋白，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饱满、紧致、透亮。这个高光安瓶是赫莲娜的第一款安瓶精华。那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它用之前需要先激活，按照说明激活就好了。我这款已经激活过了。那大家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小的盖子，打开之后，它厉害的地方啊，有4个刻度，1、2、3、4。我一般用4个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这样多用一点之后，你抹完脸还能抹脖子。你以为脖子不怕衰老吗？脖子衰老之后有颈纹，是不是更可怕？我其实前段时间我就发现，哎，我的照片上面怎么开始有颈纹了呢？那你看呢？它这个安瓶是这种银耳羹质地的，很好吸收。但是啊，有一点要注意，它一定要在1个月之内用完。那咋办呢？那就猛用吧。别心疼了，倍速秘籍抗老就是它。那用完这个安瓶呢，接下来就是这个高光精华。你看啊，它这个里面呢是粉色慕斯质地的，1、2、3。那你像这样的质地，真的是特别适合我这样的猛男。我一般呢用2、3泵左右，你看一抹就化，真的很好吸收，味道也很高级。那最后呢，我肯定得讲讲我的使用感受啊，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用下来了之后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，比如我晚上用完了，那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打开洗手间的门，走在镜子前面，我一抬头，哎妈呀，这谁呀？这皮肤也太好了，这也太帅了，这是我吗？真的就有这种感受，给你们看看。你听我讲。等我把这个组合里面的安瓶先用光之后，我再坚持用1个月的高光精华，那不就相当于在家做了5通热玛吉吗？说不定2个月之后，我就是幸运联盟里面最年轻的仔。